早上好。那里有一艘船。很多男子他大概过了20分钟，你要碰到旁边走。There is a life I lead in this city. 吃完早饭来打一个小高尔夫。啊，你来，你来挥一下。Doesn't make it easy.外公今天穿得很花哨。这种东西不能浪费食物，现在涨价了，油费在涨价了，咱们这了，喝完了没有？全部是美国呀，美国的比好吧，抢着你今天的毛巾是青蛙，上铺是小朋友的。下午去水上乐园玩咯。现在是夕阳，是不是？黄昏了。对。晚上来看百老汇演出，一共有8条航线是有百老汇演出的，这个是其中一条。晚饭又来炫焗蜗牛，焦糖布丁。泡芙。这个是13楼，有攀岩，还有篮球场。对，就有篮球场。然后刚才去了12楼，12楼有 nursery， 就是0到2岁的宝宝可以托管，6块钱一个小时。然后3到5岁啊，还有6到8岁都不要钱。有3个阶段的托管，对，但是晚上是要钱，但是白天的话托管免费，0到2岁6块钱。这13楼的这个比较刺激一点的，滑到外面 ，water tube 水滑梯，这个水滑梯就比较大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冲浪的地方。还有这个小朋友的攀爬架，这是14楼的 lounge。